Hello，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老大解说的模组介绍。今天的模组介绍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记录我们漂移的这样的一个积分系统。如果有的经常在直播时有的观众说老大不会漂移是硬伤，谁说不会漂移是硬伤的，给我站出来。然后每当我们使用一辆新车进行漂移的时候啊，游戏会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积分系统，对我们进行积分。看我们到底啊可以漂移出什么样的一个分数出来，算是一个趣味性模组吧。因为在比如说在极品飞车里面啊，还有一些游戏里面有专门的这样的漂移的积分系统，但是它没有办法无限漂。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是我在草地里面连续按着油门，没有按其他键就可以进行漂。但是我们把你看这个车明显就是飘得厉害，选择美国肌肉车啊，它滑得比较厉害，又是下雨天的情况下，在泥地上啊就可以比较好的进行漂移。2万多分，就每当我们到最高分的时候，它会给我咚一下，看这样就可以鼓励我们啊进行漂移。下雨天又特别容易漂。 Oh no，我们找一个地方飘一下，看看到底能飘移飘成什么样。这辆车特别容易飘移，很滑的，看飘了吧，这到底算不算飘移？这就是飘移。 No， 脑子有风啊，这还是蛮好玩的。说实话，本身一开始我装了这个模组以后，我想这个模组有什么好介绍的，但如果对于喜欢飘移的观众来说啊，把速度开起来以后啊，尽量保持飘移状态。哇，好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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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飘，找个路开一下，看看能飘个高分出来不。它最主要的飘啊，它并不是说是你看像这样飘过了。刚才我打开了一个模式，就是我不会被甩出车外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否则的话估计已经完蛋了。我们这个样子，我们去参加一场这个，等一下，我们把这个按 F5 键，我们把时间啊调到晚上的话，是有街头赛车的，在这儿，我们去街头赛车一下。好，参加一下这个赛车，看看漂移是什么效果。哪儿呢？按E键，好了，这个地方是有 bug。好了，走，赛车漂移看一下，这样才叫漂移嘛，对吧？看个鬼车技啊！他们车好赖皮，看个鬼车技。Oh no！ 哦，好难！我去，完蛋！好难飘啊，这车难开，没开过，第一次。完了，被吊打了。好追！可惜在 online 里面啊，没有这样的漂移设定，那看着都爽，是不是？这辆车很难开啊，没有开好车，这辆车从来没开过。Oh no！ Oh no！ Oh no！ Oh no！Oh no， 这就是漂移了，咱这边。翻过来。好了，因为我跟大家说，正常开车最好是别漂移。我又搞个下雨天，又特别滑，就对了。请这样子留存我的荣誉啊！不行，待会除了这辆车以外，待会我们搞一辆好车，大家比较熟悉的车来漂移。这个是美式肌肉车，美式肌肉车是比较适合漂移的。因为这个车太漂移了，你知道吧，很漂的，想不漂都不行啊。Oh no， 这真不适合比赛，我错了。
哎呀，被吊大了呀，真的很适合漂移，先漂再移。 Oh no， 过了。他漂移是很方便，可是不适合比赛啊。然后再要磕啊。 Oh no， 我在online里面什么时候干过这种错事，因为这车没开过。哎呀呀呀呀呀呀，这个漂移漂的，我们是来漂移的，对，我们是来漂移赛的，他们没分风。又没蹭安利，妹子实力未完赛。好好开好好开，来看我不漂移。Oh no， 想不漂好难啊。我不会漂移是硬伤，我承认了，好吧。老戴不会漂移是硬伤，漂移。我去，好吧好吧好吧，我是来秀车技的，秀不会漂移的车技。这个游戏不能漂移啊，你相信我，真的。哎呀哥，我干嘛要搞雨天，脑子有坑。好好好开好好开好好开，我这次一定好好开，绝不飘出去了，我不漂移，漂移很容易失误，不是硬伤，没关系。刹车啊，刹不住，我们是硬伤，没办法，硬伤是没有办法改的。哇，这个漂移漂的，刚才没到最高分吗？是硬伤，老戴你是硬伤，很硬很硬的伤。不会漂移是硬伤，是硬伤。当换一辆新车以后啊，它的这个每一辆车的积分系统啊，都会给你记录下来。哇，硬伤啊！什么时候在 GTA 那个在 online 里面，我一定要开个下雨天的模式，然后开一种肌肉车。脑袋开车是一伤，是一伤，一伤伤伤。真的不是我故意的，你们可以去看一下我的真实的赛车技巧。不要解释了，解释就是掩饰，你明明就不会漂移。硬伤啊！不要啊！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本来想一雪前耻，说会漂移，现在明显是不会。话说哪个观众能告诉我一下怎么漂啊？对吧？这辆车不好漂啊，下雨天。待会我们换一辆，换一辆三头牢。好，妹子，我不会漂移是硬伤，好歹还第五名呢。你继续一下，继续一下以后，等一下我们换辆车 ，F 五，载具，生生载具，汽车，超跑，三头牢，开三头牢，哼。然后我们把车改一下，一键改装，然后随机喷漆。能不能配个随机喷个帅气一点的，哥哥？都不好看，有没有？有没有？有木有？啊，就他吧。好，我们再换一个赛道。妹的，这是五，
我们找一下，找这个，对，神鱼过去，是硬伤。好了，开始。Yeah, baby. 这次不下雨了。吊打他们，实力的那种。我赢不了，我就吞粪自尽。跑好开。赢不了他们，我真的吞粪自尽了。我开其他不行，我开赛车杠杠的。而且不用特技啊，用特技是马的柔堡嘞，就慢慢开，就吊打他们。我们不会漂移，是硬伤，那么就不漂。实力吊打。这才是我的真实驾驶技巧，驾驶技术。看我们这漂亮的过弯，漂毛线仪啊！这硬伤就不能漂。我们要稳当，不要吞粪。上次在方舟里面吞粪吞死了。Oh no！ 你怎么追上来的？脑子有坑啊！我不要吞粪。现在怎么都喜欢说直播干翔怎么搞的？话说真有人直播干翔吗？直播吞翔啦，月入百万啦！不要输，不要干翔。是硬伤，太硬的伤。很多鬼车技。哎呀呀呀呀！哎，这个不，这次不是漂移模组介绍吗 ？Oh no！ 我不要干翔，不，不用特技，我也不要干翔。哦，不会的。哎呀，我看不清道了。好，行了，我不要吞翔。反正有的这个模组呢，就可以比较明确的知道我们到底有没有干翔啊，不是，有没有漂移，算不算是在漂移积分系统里边。好，不敢想了。好，好，最后飘一下，哎呀，就是这么年呗，就是不敢想，好吧。喜欢漂移的这个观众啊，玩家可以去试一下这个模组，安装起来也比较方便，直接覆盖到脚本目录里面。就是我会把那个安装包啊做好，你把那一个文件夹 S 开头的那个文件夹覆盖到根目录下即可，可以跟很多模组共存。就你在平常玩游戏的，谁看我漂移给你看，他敢偷你的车，脑子有坑啊！看我们漂移大师，纵使这么牛呗。哦、oh, no， 不会漂移是硬伤，不能漂。我要干好事，好人好事。啊，我没枪啊，我没枪啊。好。Oh no， 我不会漂移是硬伤，你打我做甚？堵我，让你堵。好，就是这么牛本。去吧你。好了，我拿他车来漂移。我们还做了一趟好人好事，我容易吗？下来。带走，叫你做人。哎，不对，我要把车还给你。做好人好事。
这个车颜色不错，酒红色。啊，还给人家，顺便拿他车漂漂移。哎呀呀呀呀！话说谁有 SUV 漂移的？脑子有坑？能漂吗？来试一下，先速度起来，然后漂一下。按手刹可以漂，这大家都知道。Oh no！ 哎，杠二。这种按着这个刹车啊，等一下，按着刹，哎，别别别，按着刹车啊，它这样走啊是不算我们漂移的，这样子啊，刹车和油门一起摁啊，它是不算我们漂移的，所以比较二逼，比较牛逼，它还是判定的比较准确的。啊，死去吧！哎呀，没撞上他，妹子跟我走吧，这车不错哟。Well, it's still in one piece at least. I should be grateful for that.Thank you. My name is Saida. Saida. If there were more people like you, the world would be a much. 留个电话呗，你看我的胸肌。I won't forget this. 我会漂移哦。我真的会漂移。不留电话也不给钱，脑子有坑。哎，车还好的嘿。不给电话不给钱，让你不给电话又不给钱，脑子有坑。哦，车是我的了。啊，没事儿，我了个。好了，赶快赶快，趁热趁热，哟哟，还没倒，走走走，那个地方正合适，赶快，哎，我们慢慢的到里面上去，趁热，哎呀，不是，啊，好，这个地方正好，哎，哎，这我去，我就不信了，趁热，趁热，啊，趁热，我的天哪，趁热，这是几个意思？为什么？我吃好吃。我就不信，我打不死他。哦，趁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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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趁热，趁热把你烤了。你们以为说的什么趁热？趁热把他烤了。哦，等他烧好，好了。我拿个稿子刨两下，可以刨出肉来了。感谢大家收看，我来陪你了，大家拜拜。逗逼带，不会漂移是硬伤，你造吗？好了，我去撸了，去撸了。这个不行，要这杆枪，这杆枪才行。好了，拜拜。